举起来，旷野白沙沙仿佛天神降下的阵阵闪电。运动员注意，四秒一组，装子弹。注意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他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小峰，坚持住，千万别放弃啊！安静啊，好。六号运动员请求弃权。你这徒弟真行。我怎么弃权呢？把六号运动员搀出去。太不像话了，太能装了吧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扎马，是扎马，不要像话了。小峰，出来！你给我说清楚，为什么装病，跑哪儿去了？小子，师父，非常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我决定退出射击队。你没我这个徒弟。今天的射击巡回赛25米速射决赛出现了意外，夺冠最热门的选手何俊峰因病弃权。他是国内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实力的选手，已经连续拿过3个全国比赛冠军。如果他能在这次全国射击巡回赛中进入前3名，就将获得全运会的参赛资格。可是他却中途退出了比赛，不能不令在场所有的人感到费解。请问您今天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问题？你是不是因为宋军的出现而装病退赛呢？请问今天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呀？这个问题以后再讲。讲讲吧，不好意思。你给我们讲讲，你给我们说一下吧。自从获得全国冠军以后，我们经常在商业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
喂，哎呦，兄弟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！你想急死我呀？没事吧你？啊，我没事。那来我这儿吧，我这儿没记者。好吧。哎，俊峰，别光喝酒，也吃口菜。不要再想比赛的事儿，到射击俱乐部帮我带那帮孩子吧。带什么孩子？哎，你怎么忘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打你的旗号，在市体校办了个射击俱乐部。那些家长一听你当教练啊，报名可踊跃了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另找高明吧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碰枪了。什么？你想放弃射击？那是我的事儿，别人想练都练不成，你这么轻易就放弃吗？能不说了吗？吃饭。俊峰，吃早饭了啊！俊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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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啊，
你好。哎，你站得危险，上来吧。啊。你刚才跳的那段舞可真好看，这是鹦鹉吧？哎，你能看懂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不懂，只是我感觉跟天上的雄鹰很像，挺令人振奋的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啊，刚才爬山的时候让石头给划破了。啊，我给你拿点纸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来擦擦。谢谢啊。你是何俊峰吧？啊，是我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你是何俊峰吗？啊，是我。我是公安局。张奎，你认识吧？我认识。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少体校时候的师兄。他成立了一个俊峰俱乐部。你知道吧？我知道这件事。进展怎么样了？他让我去那儿当教练，目前我正在考虑，还没答应他呢。嗯。警察同志，张奎是什么情况？群众举报他涉嫌诈骗。哦。你总跟着我干嘛？不跟着你跟谁？张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我只管保你出来，听得懂吗？你保我出来，咱俩就拴一块儿了。你就得帮我教这帮孩子，要不下次再进去可就不是我自己了。第一，这件事从始至终我没有答应过你，对吧？嗯。第二，今天你闹到什么地步了？你都进公安局了，我干什么呢？我给你收拾烂摊子呢，你听得懂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过就是装病骗人同情的小丑罢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上网看看，你上网看看，谁看不出来你们那些骗人的花招啊？打不过比赛就装病，跑不过终点就晕倒，你们这些花招谁不明白呀？你别逼我啊！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我想过安静的生活，你听懂了吧？哎，想安静啊？想安静死了最安静。就你这怂样，一分钱都不值。亏我还到处吹你是我兄弟。我真替我自己丢人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，你再说一遍。哎，得得得得得，我惹不起你行吧？回头咱们再说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自己去想吧。小芳，你怎么跑这儿了？这几天。我想了很多，也想明白了一些事情。小凤，师父应当先向你赔个罪。哎，师父，您听我说，您不该这么讲，是徒弟我不争气。我是小凤啊，自从你拿了几个全国冠军以后，咱们师徒俩都开始沾沾自喜了。你呢，是到处当嘉宾，做广告，挣钱，训练也不参加了。而我这个当师傅的呢，由着你的性子，不管你。在这最关键的节骨眼上，师傅没有帮你一把，我还算个什么师傅啊？师傅，小峰啊。你年轻，这路啊还长着呢。不要因为这一次失败就趴下，要振作起来，打起精神。哪怕就是遇到了天大的困难，也不要轻易的屈服它。咱们就是输，咱们要输得起，输得坦荡，输得潇洒。啊！师傅，徒弟记住了，您放心吧。小峰啊，你真舍得把射击扔下，啊？
我确实不想干了。这么着吧，你去带带张奎那个俱乐部的孩子们，总不能闲晃着。教教孩子们，仔细看看，别人身上有什么毛病，就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。师傅，您让我再考虑考虑。那师傅车来了，上车吧。那我走了，啊，走吧，快回去吧，啊，别送了。 师傅走好，回去吧。再见啊，再见。彭小山，又是你啊！山鸡是国家三级保护动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许打，也不许卖。 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知道，哼，你这叫知法犯法，我都抓你三回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爹病了，没钱给他治病。那没钱治病就打山鸡吗？啊？今天我可不能再放过你了，山鸡没收，罚款300。我没钱。没钱是吧？那跟我走，让你家里啊拿钱来领人，走。哎，同志，哎，这钱我给了。 你谁呀？哼，拿着。哎，这不全国射击冠军何俊峰吗？何跑跑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何跑跑，给签个名，别走啊！哎，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谢谢你。哼，不用谢。嗯。 我没钱还你，不用了。那怎么行？那么多。没关系，你爹真的病了。嗯，咳嗽好几年了，怎么也治不好，身体越来越差了。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刚才那些山鸡兔子，都是你打的。嗯。你是拿什么打的？弹弓。弹弓。 我看看，你自己做的？嗯，这东西能打那么准？那是百发百中，准极了。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？当然。行。 真挺准，赢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一个人喝这么多酒，什么事儿这么郁闷？有人能帮我都不帮我，能不郁闷吗？你先听我说啊。 上回你跟我说的射击俱乐部的这帮孩子，我帮你带了，真的？你不骗我？嗯，我就说嘛，兄弟就是兄弟，这么难的事儿不可能不帮我呀！我答应你这个条件呢，你也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说。你在这个俱乐部里面，得给我扩招一个孩子。没问题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再从你的经费当中，每个月拿出800块钱补助，作为他的生活费。 哎，你不让我挣钱，还让我倒贴钱呀？你答不答应吧？这是哪家的亲戚啊？非亲非故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你可真能替我装大方啊！
来来来，俊峰，看看咱们的训练场，规矩的有点意思吧？有点什么意思？这不跟咱们小时候一样吗？十来年了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你怎么也不修修？我倒是想修修来的，可我哪有钱呀？自从你一退赛，一半孩子都退出了，我现在账上这点钱能不能坚持一年都难说。不是，那这个情况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我要说了你还能来呀？那我走。哎，别，咱一起努努力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办事难着呢，要不是我跟校长打保票，明年省少年射击赛能进前三名，校长都不同意。不是，我听你这意思吧，我的理解就是这事儿好像还是我把你连累了。哎，兄弟之间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，一起努力吧。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啊。这样吧，那咱就豁出去了，也拼上一把，争取明年全省射击赛咱进一前三，你看这样行吗？ OK。 慢点啊，办公室在三层。走走。哎，吴兰下课了啊。那个，我的俱乐部下周就正式训练了。我想啊，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，这是咱们体校之花乌兰，这是我们俱乐部教练何教练。我认识他，他是射击冠军何俊峰嘛。当个名人想低调都难啊。我还见过他装肚子疼呢。哎，这姑娘说话太直，我本来还想给你们牵个线呢。你少说两句吧。哎，好好好。我们这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啊。这山里还没啥好吃的东西，来尝尝，来尝尝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自从我得了这个病啊，活儿干不成了。您没事吧？啊，还得他妈伺候着。大姐出嫁以后啊，全靠小三上山打婶儿，我的药啊都是他挣钱买的。您听我说啊，这小山儿进了射击俱乐部之后，像您生活的这些开销还有药费就都能解决了。啊，这么好的事儿怎么找着我家小山儿的？我和小山儿有缘分呗。小山儿是不是？是。哎，小山儿过来过来。来来，磕头拜师，磕头拜师。哎哎哎，别，快起来快起来起来。这孩子，您听我说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咱不兴这个。来来来，您坐下您坐下。哎，那就鞠三个躬吧。嗯啊。哎呦，好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孩子特别有天赋，我对他很有信心。您看好就好，您看好就好啊。小山努力啊。好。吃栗子。嗯。我就觉得奇怪了，你为什么让我倒贴钱把他招下来呀？你不同意了吗？是同意了。这事儿你不让我做主吗？啊，完了。那咱可先说好，他要是出不了成绩，完不成目标，搭的钱可得你赔给我。行，那咱们看看别的孩子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先说孙强，就那边那个，穿绿上衣，滑轮滑那小胖子，他爸爸是咱们县的首富，典型的富二代。天天在网吧打游戏，不好好学习，他爸妈就想让他戒除网瘾，才让他练射击的。第二个孩子啊，叫长斌，这长斌是干部家庭，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，他爸爸想让他弄个体育特长生，将来好上个好大学。下面一个啊，
这个任一鹏啊，他们家是做小买卖的，他爸爸特别希望他成为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，好让家里出人头地。剩下这几个家庭情况大同小异，总之经济条件都很不错。掌柜，你可不能太财迷心窍了。你说的可不对，我哪财迷了？我不也为了事业吗？你凭什么推人？推你怎么了？玩不起啊！快喊红绿灯！就是啊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这好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算了算了，俺大小哥站成一排。今天啊，咱们的俱乐部就开课了，知道吗？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的教练，全国冠军，大家都认识吧？认识。现在请何教练给大家讲话。好，你们的家长把大家托付给我，希望你们能在射击上取得好成绩。我很理解他们望子成龙的心理。那么我对你们有一个要求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手上脚上的这些自由散漫的东西，我希望各位彻底放弃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来是为了什么？看看墙上这行字，你胆大心细，我断顽强。好，说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。在1年0.5个月之后，全省少年射击锦标赛我们能够打进前三名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今天上第一堂课，你们跟我出来。这是去哪儿啊？问问教练。你问问教练，咱们去哪儿啊？是啊，就是啊，到了你们就知道了。哎，就是啊，你看那山，教练是不是带咱们去爬山呢？地儿还是吧，破地儿。来，哎，快点快点，下。哎呦，哎，站好，听我说啊，12点之前回体校，不然没饭吃。啊，好了。教练，教练，教练，这，咱们真走回去啊？离体校那么远，那还不累死？哎，我可听说这山里有狼啊！啊，不会吧？这里你快有吧？哎，他怎么跑了？那我们也跑吧，快追啊！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！师傅，辛苦了啊！我看谁最慢啊！加点醋，加点醋，在这集合。好，今天第一次训练，完成得很好。你们今天能从山里跑到县城，我相信你们将来就有一天能够从县城跑到北京，是不是？是。听我口令，向右转，去食堂吃饭，起步走。孩子们的火气下去不少啊。哼，哎，军方，你这招可真灵。那是，走吧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跑齐，立定。好，听我口令，列队站好，动作迅速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你这件衣服挺漂亮的。那是最新款限量版。
好，闲话少说，今天我们开始第二个训练课程，素质训练，搬面粉。搬面粉？这跟训练没关系吧？搬面粉干什么呀？教练有教练的安排。教练为什么让我们干这个？就是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和射击没关系吧？孙强出列。持枪姿势，把胳膊举直了，举起来，举高点。你怎么了？胳膊酸。你们都给我听清楚，作为一名射击运动员，必须要练好腰力和臂力。今天就是要训练这两方面的力量。每人十袋面粉，最后三名罚跑10公里。听清楚了没有？清楚。开始。跑，快点！快点，让开点，让开，让开！哎呦，哎呦，都快点儿，食堂师傅等着蒸馒头呢。哎呦，我这腰啊，我的名牌，心疼死我了！哎，你们说何教练这路子是不是太斜了？哎呦，这叫哪一派？哎呦，我看呀，是东邪黄药师。什么东邪黄药师啊？吸毒欧阳锋。哼，他比梅长风还要狠，简直就是个大魔头，何魔头。对对对，何魔头。哎，这个好，何魔头，以后就叫他何魔头。对，何魔头。军峰，出事了。咱们的枪都被公安局收走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咱们的枪库不符合新的枪支管理规定。什么新规定？这不，公安局给了一份新的规定，要求墙体和屋顶所用的材料要提高标准，咱们的不行。另外呢，监控室还有那个高清的摄像头，咱们这都没有。咱们这防盗门也不合格，人说了必须推倒重建。我算了一下，盖这个新枪库符合规定的情况下，起码得20万。我到哪儿找这些钱去呀？看来咱们呢，真得解散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呀？想了，办法想了呀。托人找到公安局，可根本没有通融余地，说必须得推倒重建。你说咱现在都干到这份上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你说怎么下台？怎么下台呀？摔下台呗，赔钱解散。你这人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拿着你这张规定，为什么要解散俱乐部？就是解散就解散，耍猴呢你们！不像话了！各位大哥大姐，听我说，你说，这事儿最难办的其实是我，我前期投入了这么多，我赔的是最大的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给大家都退点钱。什么？那不行！不行不行不行！那怎么办呀？不许解散！哎，各位各位，消消气，谁说要解散了？别着急，谁说要解散？别着急，不容易，不能解散。各位，听我说一句，大家呢，消消气儿。我是这个射击俱乐部的教练，我深知，你们把孩子托付给我，我就得负起责任。是啊，我们把孩子送到这儿来，就是希望有出息。是啊，是啊。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都会尽我们的全力去想办法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就请大家先回去，我和张经理再商量商量，等回头有了结果，马上联系你们。及时给你们好消息，好吗？那行行，看人何教练这个人多通情达理。行，今天咱们消气啊，走吧，走吧，放心吧，都是为了孩子，好好好，我们都是为了孩子。好，谢谢何教练啊，走吧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何教练。啊，走了，走吧，走，好，哎，走吧，再见啊，嗯，再见，再见，何教练。哎，咱们回去等信儿吧。消气啊，行，你们尽快答复啊。各位慢走啊。我正忙着解套呢，你怎么把我拴得更紧了？这件事儿啊，3个月之内，如果办法全想尽，新枪库还建不成，我的车归你。你还真当真了？那是。哎，你好，高总啊。喂。
得通过董事会，我做不了主啊。实在抱歉啊，现在公司啊资金紧张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这信号不好，我听不见。以后这个何俊峰再来电话，咱不接啊。这个人没有利用价值了。小何啊，按说呢，你这个事儿，我作为体育局负责人，应当支持你一下。不过你知道，这个事情不归咱们局里管呢。再说，你上次临场退赛的事儿，观众们还没有忘记。如果我帮了你，社会上观众们怎么看啊？你说是不是？我看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来，头，同手同脚往后，好，左腿。这舞跳得真好看，就是不知道啥意思。右腿，是鹰，天上的雄鹰。抖手，好。对对对，是雄鹰，我刚想说，都到嘴边上了。瞎掰，彭小山看得懂舞蹈。再来一次，转。真的是雄鹰。你懂才怪呢，一个山里的土包子装啥呀？很好，转身。哎哎哎哎，干什么呢？都回去训练。是是，赶紧的。哦，快点啊！左脚打直，好。这边。手行，想要看清。向前看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训练暂时遇到了一个困难，没有枪，怎么办？毛主席说过，自己动手，什么呀？丰衣足食。对。看这枪不错吧？哟，还真是，这还有瞄准器呢，看。高仿的，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你碰我的枪，贵着呢，200多块钱呢。哎，我看看你们的枪，什么破玩意儿啊？哎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个屁呀！你这还是断的呢，去，这还好点儿。集合。什么呀？哎呀，快点！枪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拿出来我看看。你这什么呀？恐龙特级可赛号。还有你这个，把家里打火机都拿来了。嗯，你这个不错，可以打 CS 了。嗯。这是你做的？看到没有？这就叫用心。本来今天要罚你们10公里跑的，但是这把枪救了你们。站好，下面素质训练，向左转，起步，走，走齐了。
哎，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照你这样，给我也做一把。给你5块钱，行不？给我也做一把。哎，彭小山，给我也做一把。下面讲解射击要领：双脚与肩同宽，枪导视线。枪走的不错。嗯，凑合吧。把枪都放下。没想到啊，咱们这么一个小小的体校，竟然暗藏了一个地下兵工厂。几天没睡了？这是他们逼你的吗？我没有，他自愿的。你真是自愿的？我说你们这些孩子，我让你们做枪是让你们真正的了解枪，掌握枪的构造。可是你们呢？把枪拿起来，跟我到操场去。小何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不过我们的经费确实很紧张，我也是爱莫能助啊。师傅，来了，小凤，有你最爱吃的皮蛋。
西红柿拌白糖。来来来，喝一个。师傅，怎么了，小芳？对不起您，徒弟不争气，还得您扫马路。嗨，小芳，你误会了。凭师傅现在的资历，请我出山的人大有人在。可是我为什么一个人到大街上扫马路呢？我那是为了惩罚我自己。小芳，那场比赛没有打好，是你的心魔在作怪。其实师傅的心魔他也在作怪。你看当时比赛的时候，我要是大声的喊你一句，狠狠的刺激你一下，那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。可当师傅的呢，我心里怕呀，我怕裁判把我轰出去，丢人呐。师傅，这事过去了。小凤啊，记住师傅要说的两句话：怕血的人最后流的就是血，怕剑的人最后招的就是剑。吃菜来，喝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，哎，尝尝。真好。小凤，那个射击俱乐部那件事儿办的怎么样了？我们遇到大麻烦了。嗯，公安局检查以后说我们的安保措施不合格，把我们的枪支全部收走了。您说这帮孩子没有枪怎么训练？我向省里的有关部门去求助，您猜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你这事儿不是要紧的事儿，先往后放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着急也没用，没法解决啊。你也别着急，这问题啊总会解决的。哎，金峰，三个月过一礼拜了啊，车归你了。就你那破车，他要是能换几把枪就好了，现在没枪，这么维持训练也没什么意思。咱们也算对得起这些孩子了，就这么着吧，我再努努力吧，尽我所能再跑跑。军峰，以我的经验，我觉得你这样做的希望不大。就现在这帮人，哼。喂，什么？啊，你好，你来了。那怎么样啊？走吧。徐教练为了筹钱给你建新枪库，四处去求人，自己掏钱请人喝酒，连喝了一个多月还是筹不到钱，他就急了。医院诊断是胃穿孔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来，王总。哎呀，啊，干啊！哎，老徐！哎呀，老徐啊，老徐，老徐，哎呦，徐教练，哎呦，徐教练，这事闹的，你说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文领队，张奎，我要不干出点成绩，我没练见我师父，我就不进去了，让老爷子好好休息吧。代我问候他。好。这是高清摄像头，这是按规定安装的新型防盗门，这是安全须知，都已经弄好了。好了，你们这枪库啊已经符合要求了，这样今天去局里啊把枪领了吧。哎呀，太感谢了。行行行，哎，谢谢你们，麻烦你们。再见啊。哎，好，慢点。快看，枪来了！太好了，中了！哇，太漂亮了！枪来了，中了！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帅了，太棒了！别挤，别挤，看我看看，看什么看呀？凭什么就你看了呀？让我看看，你都拿半天了，是啊，看看看看，我就摸，别动了，就是看看看看，别动了。you
下面我宣布一下你们的训练成绩。李钦，零环，五环，零环，八环，六环。鲁一鸣，零环，零环，五环，六环，零环。长斌，全部拖把。还用我继续念吗？不用。你们也不要太灰心了，射击运动它是一项寂寞的运动，谁的第一次训练成绩基本上也都是这样一个情况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练，每天必须重复同样的动作，瞄准激发，瞄准再激发，把这些动作重复成千上万次以后，你们就出炉了。所以谁最后坚持下来，谁就能走向领奖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继续训练。为什么才开枪？子弹挺贵的。运动员注意，准备发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9.2环，8.9环，9.7环，10.5环，10.9环。报告完毕。第一名，俊峰俱乐部彭小山。下面我们请市体育局刘浩礼局长为运动员颁奖。哇，是不是金的？太好看了，我觉得像金的哎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我也能得个冠军呢？真是没戏了。哎呀，你们隔着远就别摸了。看来我没机会了。哎呀，别挤，让我看看。摸坏了。哎呀，我真羡慕潘什么的。我也羡慕他了。对啊，他太棒了。我想拿冠军。哎呦，这啤酒味儿很纯正嘛，再不喝味儿就跑没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干的又怎么样？你们俩别打了！哎呦，你们别打！你都是你给我弄的！彭小山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孙强，别打了！松开！怎么回事？都站好了！大早上起来吵吵什么呀？
为什么打架？他往我奖杯里撒尿。你往他奖杯里撒尿了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它的实际价值。哎，俊峰，你怎么把咱荣誉给砸了？这可是咱俱乐部第一次呀。谁说我把荣誉给砸了？我砸的是奖杯。他心里要是总是装着这个东西，以后怎么突破呀？你懂什么呀你？对，你说的对，该砸。谢谢。坐。感觉如何？真不错，比初次见面那回又提高了。没有枪你都能坚持三四个月，真不容易。其实你不知道，这还要感谢你的舞蹈，在最艰难的时候激励了我。打住，恭维的话我可不爱听。好，那咱就不说了。他们都是孩子，你不要对他们太苛刻了。我苛刻吗？你让他们搬面粉，砸奖杯，还让他们罚站，还不苛刻？哎呀，咱们这个体校啊，真是太小了，大家都看不过去了。木兰，你听我说，我安排了那么多种训练方法，为的就是防止他们重蹈我的覆辙。你知道全国锦标赛我为什么退赛吗？咱们第一次相遇我没有告诉你，今天我讲给你听，就是因为金钱、荣誉、骄傲，这些东西让我产生了心魔呀。这些魔鬼他们一天天的长大，最终完全把我给打垮了。现在一想起那段日子，我真的有点后悔。那个时候我天天的当嘉宾、拍广告、到处的应酬，这么说吧，简直就是不务正业，等于说我几乎就没有训练的时间。然后到了比赛场上，你说我能有信心吗？我看到那个年轻选手一号宋军，他才18岁，他那么年轻。资料显示，他这几年越来越成熟，打得越来越稳健。你说我心里能不发慌吗？第一组，5发子弹。我落后他4环，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概念。第二组装弹的时候，他透过那个小窗口，轻蔑地看了我一眼。那完全是胜利者的表情，太自信了。唉，那个时候我就崩溃了，我脑子全都空了，我只能选择退赛，还能怎么样？当时那么多人不理解你，甚至还骂你，你能坚持过来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其实啊，这个也不能完全怪他们，他们来赛场看我的比赛，把所有的感情都投放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希望我能代表他们勇敢挑战人类在射击运动上的极限。可是我怎么样呢？我放弃了，我退赛了，我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，可以说后果严重，他们能不怨我吗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把它忘了。我真希望你能好好的带那帮孩子。我是认真的。真的。同学们，
今天啊，我给大家做了一块倒计时牌，以增强大家的时间观念。现在距咱们全省少年射击锦标赛还有100天了，大家一定要努力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听不见？知道。给你1000块钱行不？少跟我提钱。彭小山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求求你了，让开。哎，彭小山，你就帮我一次吧，啊？那可说好了，就这一次。好。手伸直。何教练，平时臂力训练不够啊。我要请1天假。怎么了？我想回去看看我爹我妈，都2个多月没见他们了，也不知道我爹的病怎么样了。看什么看？继续训练。好吧，那就快去快回，给你1天时间。嗯。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嗯，谢谢教练。去吧。哎呦，把枪抬高，不要吃靶子。何教练，我肚子疼还拉稀，想让我妈带我去趟医院。怎么又停下来了？快点训练。你这样去找张总，让他带你去医院。我刚才去了，张总不在。那走吧，我带你去。教练，我跟我妈联系过了，我妈正在外面等我呢。赶紧去吧，快去快回啊！谢谢教练。来，走。俊峰啊，啊，太不像话了啊！这是你的2个队员吧？是是是。哎，你们两个不是去医院后回家了吗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省里举办射击通缉赛，这2个孩子偷偷去参加了。参加比赛是好事，可是冒名顶替就有问题了。冒名顶替？长斌想通二级，让彭小山替他比赛，多亏我早到一步，及时发现了。要是被裁判知道了，问题就严重了。你说你们两个，你们哪那么多小聪明啊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师兄，嗯，谢谢你啊，幸亏你及时发现，我好好教育他们两个，谢谢啊。好，我走了，慢走。你，好好反省反省，回去写份检讨去吧。嗯。小婶儿。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能理解教练对你的期望呢？我理解。你理解什么呀？你先别说话，我是真没想到，打架冒名顶替这些事竟然发生在你身上。你也不用反省了，我看你离开射击俱乐部吧。干的好事儿，自己没出息还害人。下车吧。
怎么了？我爹吐血了。来，快上车。情况不太好。哎呀，医生，那根据您的判断，这什么情况？根据 CT 的检查结果显示，肺部多发阴影，考虑是肺癌，晚期。啊！叔叔，求求您救救我爹！哎哎、孩子，小声，哎，别激动啊！起来，起来，孩子，别激动，叔叔会尽力的。但是你们家属也需要有一个思想准备，这种情况需要手术治疗，手术费用很高啊。那大概得需要多少钱？微手术期大概需要1到2万，根据患者情况呢，术后可能需要10到20万。要这么多钱？这孩子，小山，小山，医生，哎，谢谢啊，那我尽量想办法吧。啊，好。孩子，怎么自己在这哭呢？我爹得了肺癌，没有钱给他治病。哎呦，真可怜呐！要不然叔叔帮你想个办法怎么样？你真能帮助救我爹？只要你舍得付出，钱我们当天就给你，怎么样？嗯，我们是讲诚信的。哦，来，千万不要难过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喏，咱们往那边走。张奎，什么事儿？来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坐下。哎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。张奎，我要是但凡有办法，我绝对不会求你。你看，能不能从训练经费里面抽出一部分，给我救个急？哎呀，咱账上真没钱了。现在物价多贵啊，孩子们交的那些学费只剩下3000块钱了，我怕你担心，我就没敢告诉你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当然是真心话了，我把房子都卖了，3天后人家给我钱。你把房子给卖了？对啊。那你住哪儿？嗨，住哪儿不行啊，你就别管我了。这么晚了你们还没走啊？啊，我们谈点事儿。明天我在光华剧场有演出，这是票，欢迎来捧场啊。哦，怎么了你？没事儿。你说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烦不烦呢？我们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，你别问了。哎，俊峰，你是干嘛呀？你是赶紧坐下。何教练，我们到处找不到彭小山，彭小山不见了。啊！孩子，地点就在前面，知道吗？啊！只要一小会儿，你就能拿着钱了。啊！哎，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体校医院哪儿都没人，真不知道这孩子跑哪儿去了。你说真是急死人了，这孩子。走，走那边再找找。快点儿，后边还有人排队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咱把衣服脱了，放松，放松。来来来，好，躺下，来躺下。
看见没有？钱，钱啊，我放这儿了，做完了就是你的了。孩子，你别怕啊，叔叔啊，一天做好几个呢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灯呢？你说他能去哪儿啊？真是到处都找不见，急死人了这孩子。喂，哎，你好。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再见。走，哎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好，何教练，你好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经群众举报，我们刚刚抓获了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团伙。人体器官？那这跟小山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的队员彭小山也被他们骗了。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他衣服在那儿。哎呦，那这孩子现在怎么样啊？别着急，他在全麻，没开刀。这帮孙子太缺德了，都该枪毙。那小孩现在在哪儿呢？现在正在休息呢。啊，那走，走走走。好。何教练，小山醒了。何教练，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没有钱，我爹的病怎么办啊？我已经让我爸把钱交到医院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。吴岩老师，请你原谅何教练吧，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。原谅他吧。注意，快松快回，将翠妍走。好，全部听我口令，今天就练到这儿，把枪全部交回枪库，解散。彭小山留下。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山，你父亲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他最希望我能有出息。那你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我爹的影子老在我眼前晃，我实在没法子练下去了。教练知道你现在很难，教练也答应你，等你比完赛，咱们第一时间就去医院看望你的父亲，好不好？嗯。你现在要咬紧牙关，
坚持住。在这个时候，对你的心理来说，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，明白吗？嗯，教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咬牙坚持。嗯，好样的，教练没看错你。爹，小山呐，打枪我不懂，咱家世代是农民，有这么个机会不容易，你要好好的打呀。嗯，爹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有你这句话，爹就放心了。爹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要看着我打奥运会。好，好。爹。爹。今天啊，咱们不训练，我特意把乌兰老师请来，在你们大赛之前鼓励你们一下。在古代啊，武士们出征打仗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节日，而我们作为运动员呢，比赛就是我们的节日。明天你们就要过节了，希望你们有正常的发挥。我们真希望你们是我们的骄傲，好不好？好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下面让乌兰老师给你们说两句，欢迎。记住，你们是雄鹰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像雄鹰一样奋力拼搏。去省里比赛，不喂您吃饭了。爹，妈，我去了。基本上已经定了，100%的。
怎么样啊？好。彭小山排第一，你看我的，我也不错啊。对啊，你都不错，差两关我就进决赛了，我真是个笨蛋。不错，我都二级了，我。哎，俊芳，你就放心吧，也还不能马屁大意啊。你想，这样，哎，文玲队，我觉得呀，没什么问题。你想，这次比赛水平也就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孩子们发挥的这么好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是吧？哎，你怎么走了？文领队，您怎么也来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一个队员的父亲去世了。哪位？预赛排名第一的彭小山。既然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就别让他比赛了。看看离决赛还有多长时间？不到半个小时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先找人去医院料理一下，等比完赛我们再告诉他。张奎，把小山叫来。行，我等等。俊峰，你是要告诉他吗？你要他这样去比赛，不行，这样太残酷了。那怎么办？谁让他是射击运动员呢？今天正好给他上一课，让他必须学会面对。你去吧，张奎。行，我叫他去。进来，何教练，您找我。小山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听教练说，你父亲他去世了，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教练，我去比赛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你说你呀，这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哎，彭小山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哼，预赛第一就不理人，咱们决赛见。决赛开始，第一组装子弹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10.4环，8.3环，10.0环，9.2环，9.5环，47.4环。不好，小山只打了第五名啊。师傅，第二组，装子弹。好，坐，好，哎，坐，好。运动员注意，三，第二组，二，一，开始。你父亲他去世了，留住了啊！小山呐，玩的高兴吗？高兴。快点开枪！
连晋峰都被罚下去了，看样子这次比赛我们没有希望了。运动员注意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宣布比赛成绩，第一名彭小山，好好啊。哎呀，这孩子真好。来，小山过来。教练。小山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小峰，哎，好样的，耶！来了。夜色真美好。